这次我们预计会调查有三个岛，第一个就是今天上岛的东屿坪，然后明天会去西极，然后后天会去东极。我们现在来的话，第一步先确定路线，所以到时候会有轨迹的路线。再来就是我们会在经过路线的地方，每隔固定的距离会堆一个石塔，让他们清楚知道大概沿着石塔的方向走就是正确的路线。我们现在刚刚登上的是西极岛，等一下我们大概就沿着这个方向，然后是顺时钟绕岛一圈回来，大概四个小时，把整个步道调查完，跟岛上的状况了解一下。西极这一圈大概走了3.7公里左右，每一次的勘察基本上 GPS 路线都会有，然后问题点大概都会先点出来，复线化的问题要先处理。那有些路基不清楚，但是不是复线化，我觉得就不用去太积极的去整理路面，就是去扰动路面了。我们可以维持像这样的路面，但是我们想办法把指引系统，把路上的这种有岔路的指标系统弄清楚，我觉得这样子就很安全。现在在东极岛哦，那今天东极主要有两个步道，先是往南边的哦枫林步道，枫林就是防空林的枫林哦，然后中午看风雨的情况怎么样，然后下午再从走到灯塔部分再往北岸的这个步道，大概今天得完成这两个步道的一个勘察。步道的一个游程会搭配生态旅游，所以也许后续的后面这边如果没有居民的需求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维持它原始的步道。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南邦四岛国家公园其中一个东屿坪。这一场里头呢，我们大概邀请的是经过步道学训练的，有手作步道经验的志工，另外也有一小群呢是多次来参与手作步道，对于台湾在从事户外运动非常有兴趣的企业的工作人员。我们这次组成一个15人的团体，甚至其中呢还有一位是外国来的朋友，南非人，所以这一次会应该会有很好的一个互动跟效果。在这个地方工作，他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是没有办法完成的，他就是要靠一群人，大家下去协力合作，才有办法去完成这样一个步道的施作。所以我们今天做这个的话，把它那个地方弄完，哪怕是你的路线是 S 型的话，也是把那个抓出来，这样5个人起石头啊，3个人跟我们一起留下来。那我就叫，我今天就尽量不要动手，让大家动。哦，好哦，好哦，OK。
现在用这种石头作为材料，这个难度比较高，因为圆的嘛，圆的，它没有那个，你看看不到它的面。这边是男生帮忙做的，所以就很明显，每一阶都很明显，这样上去。主要是找石头，因为这边就旁边比较悬崖，所以要找到大颗的。这边要找大颗的，然后我们下面会小颗一点，然后拼起来这样子。对，我们有一阶要重做。我们刚刚做的是上面看到那个六个大石头往上的那一边，这么像也做了八阶，真的棒的。为什么做步道是可以让更多我们一般大众，让他们可以来到这里，那可以有更轻松的方式，然后来探索这个岛上。虽然是一个小岛，可是除了海之外，原来瀑布也是可以简单的爬山。这边已经有感情，手种下了种子的感觉，所以再过来的话，你就会看这些种子之后长成什么样子。幸福的手作步道，哎，是啊，你说搬石头吗？但是里外，你只要转头就可以看到，你看，等一下就有夕阳了，多好！上路，好，哇，好，上路，好，一坨大象，可是你会被大象踩死，怎么样？怎么样？动不了啊，你真的动不了，哎，打气了，快夹到了。对这个步道，以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步道吼、哦、做起来，感觉起来跟树坪这块土地蛮能够融入的，看起来也很漂亮。我看了，就我个人来说蛮感动的。安尼较有心做咯，哦，我看现较有咯，我较早来观光客，我平时啊大家唔知去做做伊啊。我们来自基隆，自今天早上差不多10:50左右。到这边的，就是对游客来讲，第一点是安全嘛，然后好行走，这绝对是安全。做步道就像在写一个故事，所以我很谢谢你们来到澎湖南方四岛国家公园，就地取材，一石一阶写下在这座国家公园里面属于你们跟这个岛屿的故事。对我来讲，这是用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探索这个地方的一些历史还有人文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次也学非常多，因为我之前呢印象中是没有看到有人拿出尺来量说一阶要多少，然后高要多少，但是真的做出来会成品蛮满意的，就是哇好漂亮哦，然后也期待它有一天真的长出草长出花，就完全的融合在这个大自然里面。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and special experience to work in such a unique environment. So it's totally different here, and the methods used are different as well. So I will remember this forever, and I hope that we can come back in the future to see how the trail will be packed in after some rain. 就是跟大家一起共同合作，合力一起完成自己想完成为这个土地做的事情，每一个时刻都让我觉得很珍惜跟很享受。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珍贵、值得让大家去看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有一群人，他的起心动念就是这么简单，这么单纯，想要修筑一条让人们在上面走的时候可以走得安心，可以走得平稳的一个小岛之路。